第一关美女队靠着奖金猎人小优获得压倒性的胜利，而接下来的关卡不只要有智慧，还要靠抢答的反应力哦。商品啊，叫做智慧管家电子锁。一般哈，出门啊，常常要带钥匙什么，我们常常会丢掉，尤其像我这个年纪的，常常忘东忘西。但是呢，有这个智慧的开门锁哈，我只要带我的指纹，指纹就不会掉了吧？对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先给你们试一下看看哈，指纹一碰，轻轻一碰哦，啊，一扫以后呢，门就轻轻就开了。对不对？所以你送我们这个电子锁，然后会派专人到我们家来装吗？当然会啊，那不然你怎么装？一定要派专人去到我们家服务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会进到我家，因为你的指纹。哎，我知道的这种门呢，好像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。是的，它本身呢有一个专用的一个卡片呢，可以做感应就开门啊。然后还有这个悠游卡也可以。哇，它本身它还有 APP 的功能，还有声控的功能。声控，声控就是回来跟你说我回来了。哦，不是，密码开门。不是，它有个专用 APP。来，我现在试给你们看，看看啊，来用 Siri。跟智慧管家说芝麻开门，门开了，厉害哦！整个门就打开了，整个门打开，芝麻开门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可以设定其他的语言，不要讲芝麻开门吗？数字也可以，来，我们轻碰一下，哦，轻碰一下，这边有个数字，锁起来，这边就有数字，你按密码的数字也可以开，所以它是有七合一的功能。Oh my god， 这个好厉害哦！拼了！要拼，如果要拼的话，就要往我们下一关叫做辣妹智力大考验。辣妹智力大考验啊！来，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可以。有没有自信？出来哈，对，你就知道。哎，你们第一棒就派语文，语文这个答题算厉害的，学霸。生活常识可以啦。他生活常识，我是知识、历史文化比较强，但生活上是有一点点。等一下，赵哥他都说他是有知识，但他没有常识的人。这样子哦，有知识哦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看一看啊，来。你是考生常识哦。哦，不，现在手不能放在上面，手都要在旁边。手不能放上面，好，来，这很压力很大。500元、100元、50元、10元，哪一个新台币上面有蒋公图案？那个10元，没错，正确。换下一个，来，对，来，剃光头，剃光头，你上过来啊！告诉你，好，来，下一题。一般三个灯号的红绿灯中，最左边的是什么灯？超难。最左边的是红灯。好，好，下一题，换一个。这超难。来，下一题，请问加油，抢快点啊！哎，手不能碰到。对，离开啊！在台北市长辩论时，何种饮料成为热门话？水了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哎，抢快！好，接下来，国道高速公路是以什么形状作为标志？梅花。Yes！ 这超难的。好，来，等一下啊，我们叫起。从台北坐高铁到台中会经过几个站呢？好难哦，搭车还是？没有，就问你几个站？几个站？哪里的？台北的台中，三两个，二三个，三个，你呢？两个，好，两个都一起错，是总共四站。过板桥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，苗栗是新的，总共四个站，有苗栗，有苗栗，苗栗有一个新的站，我们有去介绍过，是哦，对，苗栗是新的，好，一起淘汰，来一起淘汰哈。什么鬼？小优加油！来，下一题，请预备，手小心哈。画水彩时，黄色加蓝色会变成什么颜色？来，请先。绿色。对，答对。耶！被手压到。下一位。好，来，下一题是，来，请预备，要将宝特瓶转紧，瓶盖要向哪一个方向？请回答。右。哎呀，右是转紧啊。对，没错，就是顺时针。对，没错，好，答对。对，请下去。简单了啦，这题很简单，哇，厉害哎！人头哥加油！哇，这题更简单。你干什么啦？那我只是说这题更简单，哪里有错？对不对？台湾的副总统叫什么名字？请回答。阿贤。副总统。一直换人呢，来，一直
直接讲，请说。赖清德不对，行政院长。答错，这行政院长是赖清德。请说。台湾的副总统。三。哇，真考倒人了。一。因为告诉我答案。一直换人啊？没有一直换人，没有一直换。副总统没有一直换人，他鲜少出现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来，谁？是不是一个？是不是陈建仁？对。对啊。起来哦！谢谢，好，来，烤肉时用铝箔纸包食材，哪一面要朝外面？回答。朝外面的是亮的那一面要朝外面。答错，你呢？答对。亮的是亮的是要食材在亮的那一面。然后有没有正解啊？有正解。雾面较容易吸热，因此应该将雾面朝向光的热处，才会发挥效果。哦，是这样。对，哦，食材接触的是亮面。对对对。包起来的时候。哦，包起来的时候。那我们都包错了。那我们都包错了。对对对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加油加油，雨农。加油，雨农可以。加油，你可以。加油加油，抢快。好，注意了。抢快抢快，速度。人在早上还是下午的时候脚最大。快点！哎呀，漂亮漂亮！我们来来，啊，你这边，你这边先，我们先回答。下午比较大，完全正确。会水肿啊？对，去买，对，晚上要买。好，这题也是很简单，然后注意哦。统一发票多久开奖一次？两个月。答对。哎呀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厉害，我再按错。哎，手要离开桌子，手要离开桌子。猛暴行，猛暴行，表演手不能碰桌子。打坏的不能叫。你冷静点，萝莉塔从来没那么严肃过。来来来来来，准备哦，来听好，这一题有点厉害了。根据卫福部宣导，男生的健康腰围是90。好好，来，请回答。请回答。什么？请回答。健康腰围是90吗？你的问题是？不能讲啊，不能讲，不能讲。讲一个总数来，你就随便。可以啊，95啦，五千加油，加95的。好，95是错的。等一下，我还把题目讲完。男生的健康腰围是90公分以下，那女生的健康腰围是几公分以下呢？哦，在85。85。两边都错，是80公分。啊！两边都错，80公分。哎呀，这样这样。好险，好险。各位。黑洞，现在是黑洞，对，黑洞，加油！总算也轮到这个 timing 点了。黑洞，看谁的黑洞比较深。哎，上次我比较深哎，因为你还知道司马光打破水缸吗？对对对对好，可以的。来，这一题哦，有点厉害了。手离开桌子，这应该是有一点读书人才知道。啊，那这题两个都不会了。听好，破瓜之年指的是几岁？啊，完了，难哦，完了完了，请讲答，几岁？破瓜，这只能猜啦。你知道瓜瓜吧？18，哎，20，不能提，不能提。快，3、2、1，20好了。好，20，答错，你呢？给你一个机会，那就18。十八，两个都错。哎，怎么有18啦？没有啊，我们就破瓜之年就想说就成熟了。破瓜就是16岁，这边有正解。破瓜乃比喻女子16岁，因瓜字在《隶书》及南北朝的魏碑体中，可拆成两个八字，2816，故当时人以破瓜表示女子芳龄。这个难，这不是我们的问题，这不是我们的问题。这个你们两个全部太差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我又对到何以文了。简单哦，要抢快了哦，就是你了。听好，接到诈骗电话之后，要打电话给哪个店咨询？哪个店？诈骗电话要打给反诈骗专线。谁想打反诈骗专线？那是多少几号？133。答错。166。答错。165。那你怎么会打错？对，因为我叫助理打的，结果刚好就被诈骗了。好，两个都答错，来来来，这一题，这一题，这一题，加油，加油！这一题，现在美女队跟辣妹队，美女队跟辣妹队现在是平手哦，加油！所以你们 PK 这一题，这一题最后一题叫雨农。我从来没有看过雨农的表情那么凝重的。我压力好大。这一题算简单的，这关系到我们四个人，2万块简单，2万5一个，是四个是10万哦，对对对对，10万块哦。
赵哥说简单速度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来，这一题是生活时事题哦，认真认真认真哦，听好了哦，安静，把话听清楚再来抢答哦。真的，好，开始。九合一选举到来，几岁才能拥有公投选票？20，请说。20，答错，会错，请说。对，请抢答，请回答。18。瞎蒙的，瞎蒙的，瞎蒙的，他已经瞎蒙的。因为这个是前一阵子才改的，原本确实是20岁。20吗？原本确实是20。我猜错，他才猜对。